近日，肖战发文弘扬雷锋精神，还带领粉丝一起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。作为有影响力的优质偶像，肖战自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大家讨论的时候，影视编剧汪海林却发文对肖战的话题进行质疑，直言不严肃，提及英模时缺失庄重，应该加以修改，这是什么说法？影视编剧汪海林表示，这个话题极不严肃，希望在提及英模范的时候庄重一点。而汪海林所说的话题是让我们和肖战一起弘扬雷锋精神，这个话题自然和肖战有关。很客观来说，第一点，这个话题也不是肖战所创建，是娱乐博主创建的话题，不能将锅带给肖战和粉丝。其次，肖战这个话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感觉到不严肃和缺失庄重？肖战本身就是弘扬雷锋精神，粉丝们和肖战一起行动有什么问题吗？再退一步讲，陈赫、杨幂、阿云嘎、杨洋等也都发文弘扬雷锋精神，目的是从自身做起，带领广大的粉丝共同行动，没有任何错误，这就是见不得肖战的好。个人觉得不需要修改，质疑也是个人问题，我们可以跟随肖战的步伐一起做善事，粉丝们一直都在这样做。肖战是值得信赖的优质正能量偶像，也是值得喜欢的实力派演员，不管有人如何黑，如何质疑肖战，我们都会选择相信肖战。肖战值得走自己的路，肖战和粉丝一起努力，坚守初心，勇往直前。